你快走啊！你再不走的话，他要是看到了，会以为……以为你什么？勾结最先，私通男人啊！你，小兰花，我在这儿。小兰花，才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长恨仙君、丹衣仙子他们还好吗？都平安无事。人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请问仙子方才是如何逃脱出来的？回仙尊，当时英昭不知为何突然发狂，就一直追着我跑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就拼命往前跑。跑到这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恢复了正常。姿势体大，仙子还是不要隐瞒为好。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既是陈述事实，为何言辞闪躲？仙尊，我看他不是想隐瞒什么，只是吓坏了而已。是吗？他也只有几千年修为，以身为饵引开英昭，难免惊魂未定。哎呀，我说仙尊啊，你看你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就跟那发疯的英昭一样。人家就是一个柔弱的小仙子，又不是你的犯人。更何况，人家刚刚还救了你女儿的命呢。一时情急，仙子见谅，还多谢仙子救了小女。